朋友，稍作休息之后，欢迎大家继续欣赏华园粤韵献知音粤曲演唱会。在节目继续之前，我们首先要鸣谢今日为本节目音乐拍和的音乐领导陈家维师傅、击乐领导何耀南师傅，多谢，亦都多谢李兆坤师傅。多謝陳佩紅師傅，多謝梁志堅師傅，多謝李秀平師傅，多謝姚鳳珠師傅，多謝何琴師傅，多謝宋益文師傅，非常多謝各位資深的音樂名家的落力演奏，令到所有的表演嘉賓可以投情演繹，盡情發揮。好，事不宜遲，我現在就要繼續為大家送上下半場的精彩節目了。清朝光緒王寵愛的珍妃，因獲罪於慈禧太后而被投井殺害，光緒悲痛欲絕，人夜來到珍妃自盡的井邊，對月長嘆，偷祭珍妃，夜宿衷情。请以热烈的掌声请出梁兆安先生，为大家送上一曲独唱曲目《光绪王夜祭珍妃》。
手，只有奈何叹天公不呢去呀命长留。好比江都万把似呀的孤心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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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到往事城下边，飞不到闺门关后，我阵共会双双呢，就对对落大家同云啊游，虽则生忌都未去同阿襟，如妹你下永久啊，我唯望诗成连理，做一对花呀并丫头，今晚夜宴啊，为呀王好比嗰个末路的王阿孙，恰似一位神咩坛，嗰一个木啊偶，自恨我清啊官，跟说什么和道瓜，又似一隻獸制圓啊圓啊後，我女欲返江山，即古話自臨都為王，更不了难呢门，聪明的母后啊，到今日事啊，就难啊成，每你身呢善状，难得你为我套啊帽，自令好鸳鸯，一旦惨咩受啊折啊，到只为你与孤待成罪疚啊在那冤正啊，卖手。
遺忘你，走到離行天公啊，非知啊你将为王等候啊，此后说什么？说什么人生富贵啊？都试咗过眼啊，还啊。